耶和华天上的神是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是至大的神，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。让我们来一同低头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永活的真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诸天借着你的命而造，万象借着你的口中的气而成。主啊，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，穹苍在显明你的创造。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主啊，我们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，因为你将慈爱施给我们，高举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。主啊，你是创造者，你是管理者，你更是我们的拯救者、审判者。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，在这空虚动乱困苦的时代，唯有你赐给我们永不失去的真平安，叫我们活在你圣洁真理的光中。万物将归于朽坏与死亡，唯有生命之主赐下属灵福祉永存。在我们的人生中，你是唯一赐给我们公义、平安、喜乐、慈爱的神。在主使我们软弱中靠主得刚强，因着十字架的能力，让我们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求主，也求主叫赐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在黑暗的世界中为主发光，成为主的见证。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以绝不妥协的心智来持定真道。唯愿这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向祷告祈求，乃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诗篇十九章一节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让我们来唱诗歌本第二首，你真伟大。
篇二十九篇这样说：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接下来我们来唱：你坐着为王。讲说，我是沙文的玫瑰花，我是谷中的百合花。让我们来唱诗歌本145首，谷中的百合花。主是谷中百合花，我为你需要。
所以为百合花，因为神要我们在世上以生活来见证神，荣耀神。此外，神也借着世界的环境与磨练，叫我们仰望神，更依靠神。让我们来唱第三节，雨中百合花。主有我帮我设计，我如何能感激，我要从身心靠最心主旨意，有我困难杀我身旁人找何时不慌，不是怕那会让我赢得前程，是我们的读经时间。那我们的经文是在箴言一章一到七节，箴言一章一到七节，我们以齐声的方式来朗诵。箴言一章一到七节，请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，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，分辨通达的言语，使人处事领受智慧，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，使愚人灵敏，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，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，使聪明人得着智谋，使人明白真言和比喻，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诗篇二十七章一节这样说：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诗歌本338首，我愿常见你。
以你心为心，不论过乎。我愿常见你，天地万物主，让在场最后一眼，我愿常见你。班来给我们美好的。